来看一下台湾两位最厉害的拳皇王高手，一批大表哥，二批是邓家镇大魔王。这场比赛他们换上了新的阵容了，大表哥是82手八对战对方纳克鲁鲁，拳皇跟噬魂里面的人气角色展开第一灯的对决了。好了，下边下一周马上确认一小村落，抓一个地头，法神现在被他削了半罐血了。森龙打头，后面八神前冲打缺板，可惜八神的资源也没有特别多，毕竟是首发呀。露露空投，哇哦，还没完，塔利板去掉森龙，现在露露还在尝试缺板，这个 ES 版塔利板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又是下贼呀。OK， 继续来看一下又是一对小姐姐，大白哥的主力啊。珍妮特，哇去！大表哥对战邓家镇，加油！阿珍对战哈德兰，哇哦！跳入大缺板连，准备开始抽血，一下再抽血。这边邓家镇的哈迪伦玩的也是非常有自己的节奏，又闪连刮，邓家镇对于大表哥的珍妮特也是做了功课了。好，反波ES 的抽血，这里猜就是一个套路啊！是大表哥哈迪兰对战邓家镇的哈迪兰了。表哥反头打跳中断技，这里确认失误了，邓家镇能不能顶得住 AB 回避？可以，大表哥，哎呦，是跳 CD， 邓家镇的主力。珍妮特，打盘两点之后再打确认，继续压，空投下来算，感觉表哥这把要输，哎呦我去，这招疼了，这招疼啊，再来压起身得中断。崔飞没连上抽血，太帅了吧！